哎呀，终于找到这个军舰的旁边了啊！保加利亚的国旗。哎，这不是保加利亚，这是土耳其的船啊！这是土耳其的船，看到了吗？土耳其的国旗。啊，有点意思啊！这是土耳其的。这面是个大港口，看这个大的雕塑了吗？那边都是起重机啊。这还有两艘船。这是希腊的吧，还是哪儿的？后面有英国的，后面是英国的。这些船呢，一看就是军舰呢，为什么会停在这里呢？他们这是保卫这个港口吗？保加利亚的港口吗？好奇怪啊！这是黑海的舰队啊，黑海舰队。这是联合作战，看到了吗？好几艘啊。其实你看那种东西也不是很屌，就是一个小军舰，它这个钢板我估计挺厚啊，应该一般打不穿。这上面就一个炮台，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屌。这个军舰离近看，有点意思。